当接到 OPPO Find X7 影像评测任务的时候啊，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因为手机拍照评测这件事情实在是做不下去了。有一个秘密我们迟早要揭开和面对，就是由于计算摄影的介入，让手机拍照影像快速迭代，细节降噪，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光学素质造成的，哪些是计算摄影。再加上厂商啊还叠加了不同的风格取向，有时候我们费了很大功夫做的旗舰机拍照对比，一个 OTA 情况就全变了。我从来没有如此的怀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那看完影视飓风一期节目之后啊，我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带着 OPPO Find X7 啊一路走一走，拍一拍，好好梳理一下计算摄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手机拍照，以及啊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测一部手机的拍照。计算摄影的开端啊，可以追溯到图像传感器的应用。相比于光学底片，数字化的传感器可以做自动白平衡、曝光、降噪以及简单的 HDR 处理。我记得在2012年刚开始做评测的时候啊，遇到过一台难以理解的怪手机。这台 OPPO Find 5采用的是一种全新的堆栈式传感器，但我在最终的样张里边并没有发现啊，它有背照式传感器那样对画质明显的提升作用。那 OPPO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升级呢？堆栈式传感器是将任务越来越繁重的数字处理逻辑部分单独做一层，并且与感光像素层拼合在一起。逻辑层可以借助先进的半导体工艺，更高的工作频率，大幅提升对像素的处理速度和读取速度。这样一来啊， HDR 夜间降噪这些对吞吐量要求很高的功能都可以做多帧合成瞬间完成，能处理的图像像素上限也大大提升。同期的 iPhone 5啊就没有采用堆栈式的传感器，它没有连拍模式，120帧慢动作， HDR 拍照的合成速度也慢得难以接受。堆栈式传感器啊，让开启 HDR 夜景降噪的时候再也不用固定着不动了，可用的场景大大提升。而用户体验不到却在悄然发生的是，堆栈式传感器的结构解决了传感器速度的瓶颈。当用户按下快门之后，所有的像素经过基本的逻辑处理啊，立刻交给 SOC， 让后续进行更高级的计算算法成为可能。如今回看啊，堆栈式传感器可以说是计算摄影的基石，但非常可惜，我当时只关注画质，并没有意识到计算摄影将由此走到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而之后呢，手机摄影就进入到了软硬结合的算法时代。这个阶段堆栈式传感器的能力飞速发展，同时呢，对影像数据后处理的一些算法也开始崭露头角。2014年，索尼第二代堆栈式传感器 MX214 率先在 Find 7上应用，它除了支持1300万高像素啊更快的相位对焦之外，也提升了 HDR 的实现方式，可以独立设置单个像素的曝光时间，同一帧有些像素曝光时间长，有些时间短，最终合成实现更强的动态范围。可以看到啊，一代的堆栈式在白天灯光复杂的环境下保留细节也很困难，而二代有着更高的动态范围和更多的细节，颜色对比度也一起得到优化。这个火山日出的时刻啊，光线条件非常苛刻，如果降噪不行，那个瞬间就永远溜走了。二代堆栈式 HDR 的效果对色彩和暗部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对影像数据后处理的探索上啊， Find 7尝试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全采样超分算法。传感器会在按下快门之后啊，利用手持的微小抖动移动位置拍摄多帧一组照片，提高采样，实现更高的像素输出，俗称摇摇乐。打开超分模式对比普通啊，放大石头可以看到更多的纹理，更好的画面光影表现，高光部分也有更多的细节。只不过全采样合成的过程非常慢，实用性一般，但已经可以让大家看到计算摄影未来的潜力。算法让传感器如虎添翼，而传感器呢又让算法有了无尽的可能。但是随着一项新技术的出现，让顺风顺水的局面戛然而止，各个厂商的计算摄影发展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计算摄影的科技树分叉了。手机摄影天生在厚度空间上受限，那照此下去啊，永远无法超越单反。但手机另辟蹊径，开始充分利用横向空间，于是啊，多摄系统诞生了。HTC One M8 是我评测过的第一台双摄手机，它在主摄400万的 UltraPixel 上又配备了一颗深感镜头。
通过算法融合两颗摄像头的数据，实现背景虚化的景深效果。华为 P9 是主摄外搭配一颗黑白像素摄像头，没有拜耳滤镜，进光量更大，也能大幅提升信噪比。算法呢结合两者得出一张降噪效果更好的极限夜景照片，同时啊也有视差功能实现虚化效果。苹果的第一款双摄是 iPhone 7 Plus 啊，是两颗彩色全分辨率但是焦距不同的摄像头，让手机呢有了变焦能力。而苹果依靠计算摄影第一次给手机带来了实时抠图的人像虚化效果。而两次领先的 OPPO 这时候却远离了计算摄影的赛道，姗姗来迟的 Find X 虽然也是双摄，但显然它的重点已经放在了炫酷的机械式升降结构上。各厂商对计算摄影的探索尝试开始百花齐放，但换个角度说，技术积累无法形成合力，没了方向。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那个年代最特立独行的一台手机，它只用了一颗摄像头，但是号称用计算摄影能够算出比双摄多摄更好的效果。Google Pixel 2第一次引入了机器学习，内置了 IPU， 可以运行前景背景的分割算法，在不借助第二颗相机模组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像效果。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像素足够多，算力无穷大，的确可以通过算法来实现任何你想要的效果。别看大家现在嘲笑谷歌生成 AI 的拙劣表现，但在判别式 AI 时代，谷歌是绝对的领先。受限于那时候的硬件， Pixel 2最终的表现实在是一般般。但是计算摄影已经开始影响硬件模组的设计，手机影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硬件军备竞赛。比方说华为 P30 Pro 的三摄系统和四倍传感器，小米11 Ultra 的 1.1 分之一英寸的超大底，以及OPPO Find X2 上的5倍潜望长焦。那是我认为手机拍照提升最大的时代，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在全焦段上手机摄影都能够实现很好的画质状态。在弱光以及夜景下， Find X2 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信噪比的提升，捕捉到了很多小底传感器都无法捕捉到的细节，比如说画面中的草地以及火山的沟壑细节。 X2 通过更好的 ADC 更强的 HDR 实现了平滑的高光过渡。但随着多摄系统和算法叠加越来越多，手机传统负责图像处理的 ISP 不堪重负，更强大专门独立的芯片呼之欲出，这是我愿称之为 ISP 或者定制芯片大爆发的时代。2019年，苹果发布的 iPhone 11宣告 iPhone 进入到了深度计算摄影时代。A13 Bionic 芯片大幅提升了 ISP 算力，用户按下快门之前就可以不断缓冲8张短曝光照片，为 Deep Fusion 或者 Smart HDR 做合成准备。当用户按下快门，相机会捕捉一张长曝光来提升信噪比，并同时瞬间处理9张照片的数据。处理过程不仅会使用到传统的计算摄影算法，还会调用神经网络引擎来提取细节，并运用语义分割，根据画面的内容对亮度、对比度来微调。苹果和谷歌引导着计算摄影疯狂地提升数据吞吐量，此时的计算摄影已经达到了软硬件紧密结合的新高度。谁有自己独立的芯片，谁才有对未来影像发展的话语权。 OPPO 在此时有了自研的马里亚纳，自研芯片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家的算法，比如说压住高光提升暗部细节。那计算摄影可以让拍不到的暗处更亮了，让细节轮廓更清晰了，让伪像色散和畸变也得到修正，各家的拍照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你追我赶。但是惊人的实现效果也伴随着照片光影不自然、锐化过度等等问题。 Find X5 Pro 在一些场景下呢会出现锐化更重，但是细节反而不如 X3 Pro 的情况。这些用最顶尖算法合成的照片似乎跟大众的审美存在偏差，用户也品出了这些为了提升而提升的算法味。进入2023年，各个厂商呢除了对主摄超广以及长焦的全面升级，也反思了计算摄影的弊端。大家不约而同的把之前挂名合作的影像品牌逐步消化成自己对摄影和审美的理解。我这次旅行呢就是拍了大量的样张来体会现在这几家旗舰的区别。iPhone 呢可能是要面向全球不同文化以及审美所以没有做明显的风格化取向，但是它却拥有最强的2400万像素管线，甚至无需特意进入人像模式就可以拍出2400万像素自然的人像照片。 Vivo 呢则是把计算摄影和风格化融合得非常好。 Vivo 的三个风格化呢都是对底层摄影管线做参数和调整实现的，共用同一个摄影管线，成像的风格更加的一致。问题就是还留有一点计算的痕迹，追求更自然光学成像的用户可能会有点介意。
小米呢，则是针对风格化设计了两条摄影管线，在这几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又稍微淡化了原本非常浓郁的徕卡风格特征，使徕卡经典能够适应更多更广泛的场景。但代价就是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德味没有以前浓了。OPPO 是目前计算摄影上最为激进的，它在安卓阵营里边是第一个跟上2400万像素管线的，在光线充足的时候自动激活，细节表现好过还在用传统1200万像素管线的几家。OPPO 在最新的固件当中啊，推了一版前所未有的长焦算法啊，完全没有以往长焦超分特有的涂抹以及 AI 无中生有的不自然感。OPPO 将专业升级为现在的大师模式，更加强调风格化的特征，色彩更浓郁，向哈苏相机本身的风格继续贴近，整体的光影过渡更进一步，整个照片有着非常自然细腻的光影关系。但缺点呢也是相对的，就是强烈的风格化特征会对拍摄题材比较挑剔，并且无法在兼顾风格化的同时做多帧 HDR 合成，这点还是希望能够后续改进。我记得啊，当时我们遇到小米 12S Ultra 第一台对影像风格的理解如此之深，而不是简单停留在滤镜阶段的手机啊，就预判过手机影像的比拼将会是对什么是美以及对美的话语权的争夺。现在呢，各家都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影像风格化之路，甚至到了一眼可辨的程度。其中 OPPO 已经进化到了用计算在消除计算痕迹的阶段。那下一步未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在此时此刻，又有一个非常微小的迹象，预示着计算摄影啊，又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它现在只能做一些背景消除、空白填充之类的小功能，但谁也不能忽视生成式 AI 巨大的潜力。我相信啊，计算摄影会更加深刻地影响照片的风格和画质，甚至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照片只有一部分是拍的，而另一部分是生成的。总结啊，我只是恰巧成了计算摄影发展历程的亲历者，从最初只在传感器上做简单的像素处理，到对光学成像的补充，到拥有独立的算力，反过来决定影像画质，到过度计算直观跑分以及风格化的竞争。而未来啊，一张照片哪些是凭空生成的，我们都难以判断，到那个时候你会介意吗？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各家手机的好坏呢？最后啊，我终于还是得到了这个难解问题的答案。旅行结束，我会整理照片，放大细节，仔细翻看，想分出几家手机拍照能力的优劣，但总是情形复杂，一团混乱。但当我放弃传统的对比方式，直接闭上眼，去回想当时的环境、景色和心情，再去看谁能真正拍出我记忆中那个瞬间，答案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得到一张想要的照片，这不也正是我们最初对光学画质斤斤计较的目的所在吗？如果计算摄影能更好的实现，那为什么要介意犹豫呢？大胆的拥抱它吧。好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欢迎转发点赞，我们下期再见。